这个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是你送给妈妈的，有很香吗？这个是你送给妈妈的，紫色的，可是没有味道哦，因为还没有打开。哦，给它放好，放好，不要拿。那个我们家里有了，不要再买了。你拿这个。好了，可以放着了。我要来看别的。你喝醉酒了，那个是做什么的？是啊，你的手被吃掉了，这样好像不好用。你在煎蛋饼。要给人家放好哦。哎，用这个刷牙好了。还是用这个。这个要拿回去，好，买一个，这买回去打意义。就这个。哦，这个买回去意义没有乖的时候打一下意义。好，好，我买这个。不要啊，不行，打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直接变很怪，变笨。变笨哦？没有变笨啊。会不会有一个小朋友说过？有什么小朋友说？这里是杯子哎。那这里怎么这么长？那是皮带还有领带。那我要看这一边的。这边，咦，这边是什么？这里有很多颜色的船票。这个是画苹果的吗？这个呢？我好久都没有这个蜡笔。家里还有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早上还在画画呢。这个这件小一个。我看一下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粘土哎。哇，你别小心，不要弄坏掉。看一看，放回去哦。哦。你没有的东西很多，哦，对呀，这是按班买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给你洗澡的吗？好晚了。啊，